マコト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 Reachview 元气健康枕好了MG 啊不用多说了有没有看到那个绑着彩球的那一台应该就是我们的吧我们等多久我们订了到签车多久我们好像从那时候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就订了吗对啊差不多差不多好不好然后等到今天是10月25号听说现在订都要等到明年3月去了啦我们就直接进去交车了里面这边好吵里面讲走谢谢是这个吗就这台对哎、欸，看一下这是什么帮我们交车车主准备的一个小小的摆设这是什么英国相框，所以这是你们本来摆在桌上的装饰，是不是？对，这个是装饰。哦，看、這、看、個這個，我想说，相框也是我的。我想说，那相框他妈捧的。哦，来，原来的样子是这样，很特殊的形状。那那个么字形的白色，如果我们今天是灰色车、红色车、黑色车，它就是红色的。那白色车的话，就代表就是白色的。PHEV 跟汽油都是长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哦，汽油也是长这样。对。然后这个外面有一个像麂皮的皮套。哎、欸，你们这个点是有保修的没有？保修的话，目前这边没有。好，内湖这个点，这边就是展间，撑展间。好，保修的话之后会在先会在忠孝东路6段。然后来我看一下哈，哎、欸，来来来来，阿呆哥啊，赶着再拍一下吧。哎、欸，公司看我们公司统编上网也都查得到，算了，不遮了。哦，11189，然后这是配件嘛，有没有？我们有装尾翼跟大包。哦，可是它有底扣啦，它有配件金啊，20000元。看到没有？中华名爵有没有看到？好，那我们这个就 OK。说明书跟形状，对，形状在这边。哦，它这上面有它的服务场，服务专员是在忠孝东路6段101号。那这边我们今天来这边是瑞光路8号，这是展示所。我们是自用小客车，所以未来如果听到没有？你懂了吧？假设我们今天要变成多人计程车的话，它是很方便的。高级酸的意思是后面没有铁杆，好不好？我跟你讲，现在中华名爵这个堪称是车界的照妖镜，好吧？他们用照妖镜的身份，你有听过吗？你有听过这个说法？人家用铁杆卖的啊，还没有比你便宜，配备还没有那么顶，怎么会这样？好，那这 OK， 我说起来。OK， 好。好，这个是我们随车附送交车的交车礼，还是酒精？酒精包皮包起来。然后有一个 NG 的一个随行杯，好，随行杯，这是要给下一个车主在抽奖，尴尬，抽奖，每个车主都有吗？每个车主都有，哦，好，对嘛，我们不能对不对？特别待遇啊，我有没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飞过来，谁？哎、欸，看一下这是什么？哦，我以为那个是，我想说那个今天是普渡还是要拜，还是今天初26，你知道吗？飞过来是我们。公司这边一点点小心意、啊。好好好，谢谢。然后我们有两个这个 MG 的口罩，防疫口罩，防疫口罩 ，MG 口罩。我们等一下带小司这边去巡，好看车。对，我初步先带大家去巡一下外观。没问题。哎、欸，你交几台去了？我们今天这是第一台，我之后都是陆续在这个。哦，是哦，你第一台交车也是，也就是我。对对对 对, 對。哦，好，那让你实习一下怎么带客人交车。哎、欸，它这个漆有一点像珍珠哎、欸，对，珍珠漆轮框19寸的米其林 PS4，这边是油箱盖，油箱盖的部分的话是从中控那边去做按压的。哦，要按压，对，好 ，OK。好，我们今天选配的部分有一个大尾翼，我选的尾翼怎样？穿吧，嗯，黑色尾翼帅吧？哇、哦，哎、欸，这有英国的那个呢哈、哦，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部分就是 Dynamic 的部分，每台都有贴吗？基本上都有贴哦，都有贴。我们这车子有符合在英国这边，它有一个协会，比如说底盘啊、操控啊、安全这个部分，哦、是符合它的规定。哦 ，OK， 好。后箱的部分，开关在正下方。哦，没有脚踢，好，用按的。对。为什么会有那个充电座？哦、那充电座是随车，随车就有。对，随车附的。那我们有哎、欸，这我们的枪哎、欸。好、哦，它直接插那个110的嘛。我们是接220。哦，220，其实都可以，对不对？基本上是建议用220。220，好，那我们那边有220的，它直接拉到这边来充。啊 ，BOSS 呢？哎、欸，我买 BOSS 呢。那这个部分是电瓶在后座下面，所以油箱它部分会使用到这里。好，油箱浮上来了，对，所以也汽油泵浮在这边。那汽油泵很好拆。好，你要拔起来。对，拔起来的时候记得车子要解锁的状态。它、如果锁起来是怎样？不能拔。如果上锁，它这边自己会 hold 住。哦。它会给一个电吸，它你是没有办法做抽拔。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停在半户外，不用怕被拔走。不用怕被拔走。看到没有，跟小狗一样倒钩。好，解锁，按住。然后就可以
拔出来，拔出来。OK。那这边呢，基本上就是按压的。它像插着啊，可不可以淋到雨？可以，这是这有做 IP 六七防水。不过如果我们今天因为一头会接电嘛，对，家用电。那家用电的那边的话，去留意一下遇到水啊等等。下面这边我们有选配的就是大包的部分。哦，对，我们选的是银色这个部分吗？对。哎，那后包有吗？我们只有选两个侧边跟后尾翼，是不是？对对 对, 对。好。所以我们侧边是有银色的这个四条，对，那副驾就是我们前后跟椅背的前后，它没有在上下，所以它四项，对，四项的电动座椅。哦，哎，副驾的座没有高低，只有前后跟椅背倾斜。从这边看过去的话，我们中间的话有一个空气清净机，空气清净机它有一个按键在这上方，对，要开启，用物理性的开启方式就是按按它就好，大约三秒，哦，按三秒开关。届时如果要换滤网的话，是打开来。它这边会有螺丝，打开这边可以去做更换、哦。打开就可以换滤网。上次我们看车没看那么细哦。嗯，那它在整个滤网的寿命来说，上面都会显示。都会显示哦，连寿命主控都会显示哎。对。但是不用再用一个杯子占一个杯架了，空气清新机。那以前就是 hybrid 的车子，嗯，但现在 plug-in 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它的电瓶比较大，所以它可以让你充电变成电动车。当你今天电量不够，不能纯电行驶的时候，它就是一台油电车。它的电动车是有电动的效果，是有说几公里以下会都是纯电行驶，135以下。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电够的状态都在纯电，基本上是。哦，那基本上就一直用电就可以了。如果真的用充的话，就一直用电了。没错，油电车的部分的话，它在保养的周期是20000公里。所以我下一次保养是20000公里才需要吗？第一次1000公里。大灯的部分啊，我们基本上整车使用 LED 的频率大概有到99%。那99%，那只有哪里没有？后牌照的。哎，换掉，就全100%。我们来坐驾驶这边，然后跟你讲一下功能的部分。好的。哎，我第一次坐到呢，第一个感受是还蛮软的，这皮是真皮的，合成皮。哎、欸，这个合成皮其实很软哦。我整个第一个坐起来就是觉得软，然后大腿的包覆性很好，还喜欢胸罩扣。这如果阿呆坐，可能肉会溢出来。好，然后我试一下椅背哈。哦，这边就有高低，可是它的高低就是只有一段而已，没有分前高后高。其实它有点斜度了，它是往前这样翘起来。好，这边就是六项。那这边的功能的话，我从右手边这边来讲。好，跟你说，这个是油箱盖。好，哦，油箱盖坐在中间还蛮特别的。对，我们这部车的话，油箱它是做电子的，所以它有防呆。今天我们要开油箱盖的话，一定要熄火打 E 档的方式按住，它才会弹开的。哦，行进间按它没有用的，它没有用。好，要熄火按它才有用。那这个呢、okay、是尾箱的，所以一样，我们今天如果按住，听到它 B 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开，它自动就会打开。嗯。那开启的角度可以在上面去做设置，这边、哦、高低哦，对，哦，这边可以设尾箱的高低，这还蛮特别的。尾门设到最矮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启的角度外面不超过车身，就是、哦，那这样而已耶，就对，就是开一点点而已。好，我设50%，好 ，B 它设好了，然后我现在长按，好，看它开多少，哦，只有这样而已，嗯，对，好，然后再把它关起来。它这尾门其实关得蛮狠的 ，EV 这个就是 EV 了，我们就是按下去就强制电，是不是？对，你现在看这边是 Auto， 对不对？这边 Auto 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油电车的概念，引擎在提供燃油动力的是时速40以上，所以40以下它是用电。好，那40以上，但是我踩重一点的话，它就会它可能会介入。如果您现在按下去，好，那这边会变 EV。哦，对，它跳 EV 的，对，它就会显示辅助电池。好，那所以这边呢，就是100%充饱电以后，72公里的里程。好，好，那我们今天 ACC 打开呢，对，有一个表跟一台车就出现了。ACC 这个拉杆往我们身上像闪大灯一样拨两下，会出现一个三台车。那这个三台车的概念呢，它叫 TJA 的这个刹车用色系统，它可以做到就是全速域的车道至中，也。做到跟车的动作，对。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开启这个动作的话呢，没有开，对。它在时速60以下，基本上呢，它没有制中，它有跟车，清楚。然后停了以后不会再走了。停了以后，如果我们今天是有坐跟车的话，它还是会走的。哦，还是会走哦。有没有三台车差别在制中？对对对对对。60公里以下差别在制中，懂吗？嗯，好，对。
这个是车道偏移辅助，或者是车道偏移。那坐在大灯杆上。对，单独这一颗键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开或关，就是透过这个。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今天有开启的话，这边会有一个白色箭头。白色箭头。那开或关的当下是什么模式？透过这边去做决定。懂。辅助模式这边可以去做设定，有车道偏移辅助跟车道保持辅助。那360的环景就是左右、前后。哦，镜头可以从萤幕上选。对，这里有一个低速车侧影像辅助系统。这边如果有开启的时候，打方向灯，它会左右左右的去切换。懂。视角它有原始、旋转或放大。旋转的概念呢，像侧面，它就会把你转成正向的。哦，懂。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关起来就是斜斜的角度这样。哦，懂。啊，这个。对，天窗。好，天窗的部分的话是卷帘。哇，好远哦。它可以做 one touch。它要从很远的地方来。好，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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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按掉了。好，好，下车。保固这边再简单再讲一下，就是保固，来来来，好，车体的部分4年或12万公里，那包含到哪边呢？屏幕触控啦、啊，按键啦、啊、这些部分啦、啊，4年或12万公里。好，因为我们是 PHEV， 对，所以电瓶、电机相关的保养，对，跟保固呢是8年或16万公里。八年16万。对，顺带一提，我们的电瓶的话是6个模组组成这一组。哦，我知道，它可以单模组换，一个是几万，听说。基本上我们这一组大概上面的价钱是29万一整组。全部嘛，六个是29嘛，那单个是4万到5万。哦，大概4万。好 ，OK。哦，哎，讲好久，坐那边快睡着了，好像在上课。对啊，很多功能。没有，我是为了观众朋友啦，要不然其实我早就想要打发，不是啊。想要就跟他讲说我们自己 OK 的，对不对？看一下手册。不过真的是蛮细心的啦，齁。我上次讲过，他们这一次好像请的这个服务员大部分不是原本就在卖车这一块，都出体验。这跟我们店里真人有点像，我不喜欢真的太油条的。然后他们应该先前的教育也都有教他们说每一个操作的部分，哦，原理啊，怎么弄啊之类的，还蛮详细的啦。好啦，阿呆，啊，你今天看到实车觉得怎样？要现在开始？啊，不会，我觉得内装还不错啊。内装还没看到内装啊。你现在去按看看那个中间的那个按钮。哪边的按钮？啊，那个下面那个银色那一排，你按看看那个感觉怎样？感觉如何？就比亚迪啊。比亚迪。差不多的那个空空的，对不对？对啊。好，那第二个感觉，你上车然后调电动安全座椅，来感受一下。你先跟我讲大腿有没有溢出来？快要啊？有啦，其实有溢出来了。好，啊，你调一下那个椅背，那开关触感怎样？空，是不是很像自己组的模型？啊，它的设计跟一般我们试过那么多车不一样，是它没有阻尼感。好，今天就先开放两个，好不好？不会啊，至少这边都是软的。好，今天我们先开放两个啊，下一集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详细的东西，好不好？其实上次我忘也讲过这个铝圈的啦，哦，啊，有人觉得好看呐，啊，我就觉得我是不喜欢呐，啊。阿丹你喜欢吗？啊，我不喜欢。明明就铝圈，为什么要把它做得像塑胶？它做得很像那个电动车的 BD4S 啊，它明明就铁的东西，可是你看这个影片质感有没有很像是铝圈盖，很像 BD4S 的铝圈盖？好，这个我自己啦，我自己现在目前看到的败笔啊，我们没有贴隔热纸啊，因为我们把隔热纸拿去换大包了，是不是？对，啊，干嘛裸戏嘛？爱五唯一给他撤取，签好多东西，弄了一大堆，然后还准备了水果，三星素够，我请恭喜啊啦，要普渡我，没有啦，很热情。好不好？现场实际这样看起来，我是觉得外观是我觉得还 OK 的啦，还不错的啦。好，我们也不要为了那个嘛。嗯。好啦，那，啊，等一下就交车，我们路上再试一小段。我打算等一下可能要用电的看。好，等一下用纯电看。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送了，拜拜。哎，好高哦！我桌子好高，好，我的不能调啊。哎呀，你不能调啊，我的可以调。爽，爽啊！开新车啊！我现在开电动车啊！我操，すごい呢，我把讲。现在是 EV 模式哦，这边 EV 亮着，我们先电动模式好不好？嗯。比 BZ43好开，真的 BZ43真的倒了。你看哦，我现在停车哦，我们现在纯电嘛，没有 BZ43那个，
没有那么大力。对，哎、欸，破渠道是不是？他去退定了吗？退定就开这台了啊？就开这台哦。对啊，那时机那么差，应该买不起了。现在啊，定的那时候以为买得起，现在应该买不起了。哦，他这个有像纳智捷的那个，哎、欸，啊、什么这次没有？他转方向盘，要转方向盘才有。对。哎、欸啊、可是他这个车在哪里？在照前面哎、欸。对啊，所以他刚他不是照后面吗？哦，可以调照后面是不是？对啊。哎、欸，我走错路了。哎、欸，看我妈的，等一下，我空间迷向了。等一下，我在开战机哦。等一下，空间迷向靠背啊。等一下啦，我要去哪？哎、欸，看这样也被认出来啦，有人在路边跟我招手啦。真的假的？妈，我叫都被认出来，差点没有贴格子靠背啊。哦。他 auto hold 跟我那个 B 零一样，就停下来就锁住了。我喜欢身材锁住的，欸、还不错啦，这样开一下还蛮好开的、欸。怎么讲？为什么想买这个车？我刚直播常讲啊，我觉得现在大陆那边坐车其实已经应该是真的已经蛮普遍的啦。我觉得他们这个产业发展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所以我这次会买这个车就很单纯的是想试试看，说现在他们那边的汽车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测试看看，看人家车怎么做的。我们今天是买比较高等级的嘛，118.9的嘛。哦，啊，你如果其实还有一个是899嘛，对，汽油版899。其实我有点后悔，应该899的买就好了，899是很便宜。你现在899买 Kiss 而已呢。对啊 ，Kiss 改1600，引擎还没涡轮嘛，配备真的是差很多，这配备真的是蛮挡。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测不到啦，就测它的耐用度啊、通病啊、原厂的保修给不给力啊，不要跟那个某些厂牌一样，要修个零件要等零件运过来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就不好。我觉得台湾还是要保有一定的那个零件数量，像修车都不用库存哦，这么爽哦，修车应该有零件库存不是吗？啊，等没关系啊，你给人家代步车，对不对？啊，也没有啊，也、欸、是比较不会晕车哎、欸。可我觉得你好高哦，你为什么要坐那么高？我觉得我很高啊，超高的好不好？我觉得你好像坐在楼上啊。不过开起来不像高尔夫球车呢，这变速箱做的还不错，这马达也做的还不错，应该不是变速箱，应该是马达做的还不错，电机做的还不错。可是就是你如果当你速度稍微快，比如说像现在差不多50有没有？放开油门，它那个刹车的感觉就很明显，你应该感受得到吧？有啊，油门放掉哦，有没有？这不是我踩的哦。但是还是没有 BD 那么重，没有 BD 那么重哈、哦，它硬要停电的感觉。是说70几，如果你家里可以充，你真的可以一直都用电呢。哎，70几比我们的 Leaf 还多了，我们的 Leaf 60几吧，好像62还68，所以它这个70几其实比我们的 Leaf 多了啊。我把它开混合好不好？好，我现在开到 Auto 智慧充电模式，我看它什么时候要接引擎。哦，还没，现在还没，现在有车。哦。40啦，是啊，有吗？已经开了吗？好像有哦，有啊，我看，哦，现在是60%，它这有显示几%电，右边这个有显示有没有40%电，有没有？嗯，哎、欸，其实引擎蛮近的呢，它引擎发起来没有像Toyota油电那种 CT200PC 那种，你就整个震动，然后你觉得引擎马上就觉得发起来了。刚刚引擎进来的那一瞬间，我还怀疑了一下，说引擎进来没？哎、欸，还不错哎，隔音做还不错呢。那、啊、怎么办？对啊，出乎你意料，没有按照你的剧本走，还是有啦。他这个用料我蛮意外的，还是等下一集我们再讲。他这个用料介绍那么多，是很少有用到这个料，对。其实坐车本来就是要跳脱一些那个嘛，你大家都用哦假皮、真皮。麂皮没了，钢琴烤漆、法丝纹啊，弄差不多，就这些东西。对啊，难道不能用些别的吗？把车红线啊。对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车蓝线、粉红线啊？哦，像阿呆的内装就很适合粉红线。没有，我要跳脱那个框架啊，对不？不过它的环境有没有画素很差？嗯，画素好坏，你这镜头你省这镜头钱，这时候人家讲说啊，那么便宜你在选什么？可能那一颗镜头也没多少钱的。对啊。就是东省西省，哎，可是你说那么便宜有没有？其实120万，其实就坦白说就没有觉得有便宜感哦。89.9万的，我觉得就可能就会觉得啊，这合理。虽然这个车哈、哦、卖的便宜啦，但是我觉得它的很多按键的那个阻尼感啊都不是很好。你看这个有没有轻轻的塑胶的那种？它
它这个虽然有做一个阻尼哦，可是啊，你会觉得又太过 gay 白太紧了。阿呆，你调调看。很紧啊，我刚刚对过了。它又不是那种很 smooth 很滑顺的那种阻尼感，它给你一个超硬的，有没有？它需要出一点力。对，它那个微调的不好，它可以把那个感受啊，算了啦，才多少钱而已，120呢。哎，这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啊？我怎么觉得卡着不上不下？你要说很便宜，我又觉得好像也没有真的说便宜到哪里去啊。你要说很贵，还真的也没有很贵，好不好？那就这个，我们就回店里了，期待下一集的老师推车，让我们来细细品味这一台中华名爵。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中华名爵了啦！哦。你去看这哦，你拢无甲我讲。我第一次看到实车。对、欸。真的。你觉得怎么样？没那么快哈、哦，我才刚进来的一刹那呢呀，我拿去跟你讲评语啊，等于冇平把嘞哈。那方向盘蛮帅的。那不行啊。靠腰啊。忘记踩刹车了，没有啦，发动了，这是有电的啦。该有拢有了嘞哈，确实还蛮帅的。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很兴奋？因为我看起来没有很那种。没拿够，你狂我干啊！我也要装这个，哇！完蛋了，车子坐到最后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有些奥迪不是这样吗？一发动那一幕撞了，对，好类似那种哇创新的感觉。你看到我的无敌旋风铝圈吗？啊，你无感觉有法度把一个铝圈做到干哪恁卡巴挂，就厉害，是不？有感觉不？有点像，我妈呀！啊，有。哎，那我再加个什么名不？执照上面有写，写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刚看我这个上面名哦，你有厂牌吧？哦，一些厂牌啦，哎、欸，不是车型啊，在厂牌吧？牌叫中华名爵啊，中华名爵啊，对 ，HS 啊，哎、欸，很像那个机车的厂牌啊，领导业务，那是的爵。泰山，你下次开会的时候好好讲话、啊，不然我就。还驾照？哎、欸，好、欸，没、欸、事，没事、哦，啊，这样凭照啊，走，下次开会的时候要带健康报告哦。不用聊，哎呀，我说，哎、欸，身体不舒服，哎、欸，你身体不舒服了，哎、欸，哎、欸，啊，健康报告拿出来，哪有，我身体很舒服啊。什么？还在摸？好奇怪，专业你就不知道了哦。没有啊，第一次脱人家裤子就是这样，摸不到啊。我在前扣的啦。啊！你伫开后边，我伫前扣的，你上下你开后边。还有人盖吗？我唔知啊，我嘛无开。老弟，老弟，老弟，哦，哎 ，TGI 啥你知道？啊 ，Friday 啊，Thanks God 啊 ，It's Friday，TGI Friday 你捌听过？啊，先看哦，该买就来要买啊，较袂向笑。哦，这嘛敢萨诺斯的无？下巴，跟咱那雷克萨斯那款款，对啊 ，LED 头灯，全车99%都是 LED 的啦，啊，那剩下1%是？哎，你问的跟我一样问题，后牌照灯不是，是哦，就奇怪，我现在不爱倒倒哎哦，你还跟后牌照灯不是啊？对啊，你都绑一些有那个五星 V 链的，阿玛阿姨的形状先酷噶，没有 Focus 啊，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个像。双出 MG 啊，头像，你看金金安啊，头有点像马丁，像马丁哦 ，DB 叉呀，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假掰英国，哎，为什么说人家假掰？他是中华名爵，中华名爵，对，跟英国没啥关系。我觉得你看完一圈了，你觉得看起来外表还不错，可是好像感觉上是很多车厂的概念把它集合在一台。我是觉得这样还不错啦。今天如果让我们自己可以独立生产一台车，我们也是东拼西凑啊。有啊，我喜欢谁的头灯、哎？我这个头好看，拿来用；谁的大包好看，拿来用。我们也是东拼西凑啊。好 ，K 6装 K 8头，好，别说嘛。啊，对啊，这机啊、哦。哎、欸，跟车一机啦，你啦，跟车棒好不好？跟车棒啊，不是你哦。跟车棒你是啊，叫一个自中棒，你看这骑有叫一个自中哦。哦。你干嘛给我上这呢、個？玫瑰茶过一季刚，只为你归勇敢。啊，要死啊！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